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师兄、神秘师，大家恭喜！今日呢，是咱中华民国89年，新春，也是正月初四。今日是一个接神的日，昨天圣神呢，伫旧年12月24呢，咱奉上会堂交祭。那么今日初四呢，咱爱在时啊，准备香、花、果、诚心、诚心一粒，欢喜心一个，好、快乐的心一片，慈悲的心啊，喜舍的心，咱来迎接就诸天圣神佛菩萨。咱来迎接着王禅老祖来到咱兜，甲咱加持祝福。啊，会当请诸佛菩萨咧，啊，甲咱祝福一年平安顺遂，祈求诶祝福咱诶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，大家众生福慧增长。今日是咱诶正月初四。啊，本来啦，啊，咱这个时段呢，正月初一，啊，因为台视公司啊，拢有做过年的节目，初二、初三拢是做过年的节目咧，所以停播。那么，咱今日正月初四啊，啊，接神的日啊，佫上拄好。今日但是要接龙年的喜神的日，龙年啊，惊龙运，龙者。是活泼，龙者代表咱的生命的力，啊，龙者代表咱的智慧，龙者代表咱的慈悲心，好、啊，龙者代表咱的本性，活泼的本性。所以啊，咱今仔日咧，是正月初四啊，直接迎接着龙年好运，嘛是迎接着千禧。的旺运啊！啊，回想伫89年，咱国家的国运啊，也是真正伫困难中间呢，咱站起来，咱的国家大家共同的打拼，共同的努力啊！啊，已经个即难关，世界经济一大风波，等等呢，咱啊行过去，行是必然的代志，但是吉凶祸福。是咱爱靠大家认真来修心养性。啊，咱未来的一年、未来两年、未来以后无量劫，咱嘛来靠自己来修行。靠咱自己每一天呢，咱会当好事加做，但最不用偏去好事加做。啊，那么咱今日呢，要来简单甲各位咱来介绍。咱接神啊、哦，所需要的物件，咱即摆已经透早六点通啊。咱即现在开始，咱会使哩。那大概咱即个课程刷是啊，咱要准备香，准备花，准备五果，啊五种的水果，啊咱厝有糖仔饼，请出来迎接众神。咱若点六支香呢，或者12支香，咱的门外，啊，伫门口，吼、啊，咱拜，啊，地主某人带到伊，啊，起虔诚之心，准备香花果，啊，来迎接，啊，诸天圣神佛菩萨，恁兜的神，你都甲来甲请，啊，来降临地主家中顶替。祝福加持，
啊，地主自今以后，今年一年以后咧，地主啊努力兴功立德，报答神佛的天甲天地恩。啊，地主咧，自今以后咧，一定勤修勤行，啊，绝不再犯着过去的错误，无要阁犯着啊较早的贪念、傲想气、无耻。地主绝不妄语。咱就一请，真虔诚。咱就是观想着神佛菩萨伫天顶，啊，天天咱来甲禀报，咱来观想，咱这个想甲请。然后咧，拜拜咧，煞咧，咱香就来内底，啊，咱的身体内底啦，啊，咱除了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地君什么神咧？你啊，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啊，就恁兜拜观世地君，观世地君妈祖婆，啊，托你讲，啊，在神的阿顶。在上地主合家顶合家一家伙咧，今日主教的亲是真诚心的，准备香花果来供养，恭请咱兜的神，吼、哦，赐福加持，吼、哦，发大势，会当福慧增长，啊，家内平安，事业顺遂，地主也努力做善事，修行。啊、哦，来报答神佛因阿弥陀佛，哈、哦，然后咧香甲插，倒手也插香炉，插香炉以后咧，咱就对涂骹跪咧磕三个头，表示咱一个虔诚的心。我相信你今年所接的神是非常的自在，咱毋通香也是好好的，哎，你若保庇我来创啥，无效。假使我拜托你甲斗三工，我无发一个心讲你甲斗三工，我后摆要行你，若无行你，我直接想要去做布施，要做啥做啥做啥，你来甲斗三工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所以啊，咱这个虔诚的心来接这神啊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今年呢，啊，这龙年，寿龙的人啊，拢是犯太岁，今年的太岁。受教的人今年就冲太岁，凡是受犯太岁、冲太岁的人啊，恁今年绝对毋通贪，毋通未准则，做事业莫跨做会收。今年陷阱真多，食物件爱注意，要出外佚佗较小心的，开车一定爱小心，这是一定的真理。但是咱若犯了太岁的人，今年较懵懂，较懵懂了咧，你自然咧，后摆才半年后咧，九月开始烦恼点点多多歹，都拢到位了，大家爱注意。各位小芳兄弟些，明仔是初五，明仔嘛是一个真好的开市的日。初五结鬼，啥结啊？结束着遮个放荡的心，鬼咧回转个咱的心，爱回转咱的安详的心，工作爱回归本位，叫做结鬼。结束过去懵懂的，过去放荡的，啊是结束到咱过即几年即中间呢，什么代志拢放下去，但是现在还阁结束起来，收到倒来个归回本位，归回家己的心，归回积极努力打拼的心。所以五月啊，正月初五啦，是一个初五结鬼，那么明仔开业的日非常的好，无论什么生肖。你只要明仔好日好时咧，你透早公司工厂开门，吼、哦，你拢爱甲准备着一个五谷，啊，花，啊，香，三杯茶，糖仔饼，啊，咱若有咧红菇粿上好，甲发粿，啊，那么咱伫门口向外拜请玉皇大帝，三官大帝。
啊，是这里诸天圣神佛菩萨，那恁兜的什么神，或者什么神，你个请本地众神、甲本地五路财神、福德众神、众等，地主某人住倒位几号？啊，今日好日好时咧，一只咧准备香花鼓来重新开，这叫做开门哈、啊，迎接新的一年啊，只要甲你供养。祈求嘞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天下太平。啊，那么咱拜拜嘞，啊，咱嘞就香个插。经过半点钟以后嘞，咱才来烧金纸。咱的金纸啥？太极金36张，太极，迄个天界36张，光明的世界，吼、哦，增加这个光明的世界愈光明。啊，烧金嘞，咱。一千，啊，或者三千，土地公金一千，四王金一千，咱拜拜煞了，咱烧伫门口，咱甲供养。啊，所以咱明仔开始，已经就要开始要拍拼咯，而且预祝各位咧，咱会当今年更加顺遂。那么面对着今年一年啊，咱究竟咱的国家、台湾社会？啊，咱究竟以什么方式才有法度伫庚申年啊，甲以后才会顺时百事会顺，事业会当平安。那么根据我着先用这个易经卜卦咧来卜出这个叫做89年庚申年的流年。啊，那么今年咧灾星灾是有，较无空，有灾无空。那么咱的财呢，所赚着，拢爱去开，爱去做建设，啊，抵较袂调，大众的钱是抵较袂调。那么抵较袂调要怎么办？咱爱去俭呢？咱无需要开，咱就无免开。你今互我开10万块呢，感觉真臭样。明仔载呢，欠100块，辛苦无100块，无就无啊。所以这是真强烈的相对。咱有信徒咧，哦，平常时咧，哦，真正费镭啊，一暝开了几十万。那么一旦落雨的时啊，哈，辛苦1000块都无，迄阵才怨叹未富啊。所以大家啊，爱本着一个勤俭为本，啊，勤俭是咱的性命，按咱的心上好的方法，勤甲俭，勤俭是咱的责任。费镭是咱的罪过。过去真济在餐厅咧食饭咧，3个人、5个人咧叫10几个人的物件，结果一倒啦，食剩咧就干掉呀。这种人非常会糟蹋物件，这种人的做法咧，真紧你的福分就已经开掉去啊。啊，以后咧要顺时咧，可能咧还佫受着真大的拖磨。所以你难免怨叹、怨天、怨地啊！所以咱自己的修行、修心养性真重要。那么咱庚申年啊，我简单来甲卜一个卦咧，叫做风地观。咱现在看这个卦象咧，风地观啊，风地观者，啥？就是观看啊，观看电视。咱初阶段咧。前半年爱观看，啊，第初六咧，就是讲第一观察不可幼稚，啊，应要有高瞻远瞩，唔通幼稚，高瞻远瞩。正月二月是安尼，咱看任何一件代志诶，爱看较远，咱唔通幼稚。某日你讲我搞，你侬我逐项都捌。我告诉各位，今年2年过得真困难，你要看清楚是上困难啦、啊。唔是我讲困就有咯，你困困无咯。咱爱观看，袂使幼稚，高瞻远瞩，目睭看远咧，看咧退后。咱唔通甲人看到眼前，就了了，知了。会记哩，咱无偌济福报，无偌济福分的时啊，咱无偌智慧嘞，咱今年就较少嘞。你一定是成功，啊，今年寿量甲寿
教的人都是爱以这个做基础。咱个看第二，吼、哦，第二个阶段呢，三月到四月，三月到四月，都是一个月一个三四月，观察不可偏业，较业较业真刻意。咱真侪人看代志真刻意，干呐看到趁钱的了钱拢无看，干呐看到家己拢无看到别人，看到家己好，别人都不管。好、哦，我干呐想趁钱，无顾着仁义道德；我干呐想趁钱，不惜着朋友的感情。啊，我为了爱钱，父母中间的一情呢，情分生生世世，好、哦、比天较大的情分呢，你无去。好去把握，所以啊，咱观看未使咧想客，未使干咧有一个真正歹的私心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咧看就是目睭，咱的目睭有两类的目睭，一类的目睭就是肉眼，了了真容易好。头埋个高起的目睭都看袂到啊！这个目睭咧，心眼，心眼，对心去看，唔是用目睭看。目睭看是一边纸咧，啊，一边纸咧，安尼薄薄我是看啊，目睭看。心眼咧看咧，我虽然是只咧，但是我是真远看到来，整个地球，整个一个社会，整个一个家庭。整个周围环境，咱拢用心眼就看会到啊。才直接看到，肉眼呢，我甲你一张壁，你就看袂到啊。所以各位是方善知识，好，咱人啊，你看万行代志啊，咱唔通幼稚，啊，咱唔好偏只偏客的，干呐看一面，其他都不看，安是错误去啊。啊，那么咱过来看这这另外一个阶段哈、哦。五月跟六月，拄只三月四月看代志，莫想客气。五月六月在看代志诶，哈、哦，咱啊、应该有主见，观察应有主见，哈、哦，不可妄想，不可盲从，莫想车眉，互拖咧死过去。咱真侪人啊，看代志啊，无主见，人讲安尼都安尼，安尼安尼。每个人来到世间是要体验自己一个有一个主见，啊，不是那是青梅，人看咧直行直去直行，咱即款少年呐，就是安尼，无主见，啊，人看你食毒嘛去食毒，看你跋筊在跋筊，食看你飙车，看你做歹代志，拢对你行，这种人是世间上可怜的人，有够可怜。所以咱一挂人，人看那个去的人啊，是有够可怜，家己灵魂呢，那像无一个灵魂伫身躯。咱的灵魂是生生世世的灵魂，就住在来。咱是安尼，互看那死去，家己无一个主见，是安尼一直看那去做歹代志，危害社会，错哦，那爱反省。所以咱观察的代志要有主见，没有主见就读册。多者听经闻法，听圣贤，听者知识分子咧，所甲咱讲，甲看书、读书咧，咱只主见才建立会起来。那无是一个愚痴，唔晓得主见。咱过来看，哈、哦，七月八月咧，哈、啊，用咱第四阶段，到七月八月咧，咱用观察民生，了解民情的即可。观察这个民情，都观察咱过去这六个月来，哈，咱跟人跟人的中间的交往，了解咱这六个月来人跟人中间的小对待，了解这六个月来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哈看法做代志有真幼稚无，哈，是咪讲后一偏客的无偏夹夹掉咧客的无？或者是讲无主见无，是毋有主见？是毋咱是青面看得得起？所以讲下半年呢，七月份呢，咱就开始爱自己观察自己的
性，甲观察大众朋友伫遐对咱的评论、对咱的看法、甲认识。说实话咧，咱就爱阁做一个阶段来检讨。啊，了解民情的这块，了解你讲斗阵咧，这个斗阵了以后咧，哈、啊，你甲伊，哈、啊，伊有啥物艰苦，有啥物需要你帮忙？啊，是你共服务了，你共做需要服务的，是毋是服务了有好无？服务了是毋是都有发生无？然后发生紧的改进。咱无讲啊，是七月九啊，都啊七月时啊，就拜拜啦，我就对拜拜倒啊，出去啊。七月时啊，你爱这七月份爱好我检讨自己，只要唔只要迄七月份的放鬼门关呢，鬼城放鬼门关，就是讲家人讲，咱都爱六月进前呢，咱做歹代志就是鬼门关，已经渐渐踏入鬼门关。黑暗的想法、消极、不足、批评、吼、诽谤、啊、抹黑啦、杀害、伤害、侵占，甲人告黑人母的时啊，咱这个六月以前吼，这行为已经就进入着黑暗地界啦。所以，咱爱了解是无只咧发生嘛？哪有咧？咱爱好好啊改进。还有这七月叫做依然盆发挥同款意思哦，洗掉家己内底垃圾，重新做人。啊，咱过来看哈、哦，啊，九月呢，这里九月到十月，九月到十月呢，咱应当看自己的行为，哈、啊，检讨反省，然后忏悔。咱九月到十月的时啊，咱就爱检讨自己都倒来哦。咱若七月八月检讨人，咱做生意的时，人对咱如何，有啥物反应无？好啊，做你检讨，做一个服务的调查。然后若唔对，咱爱九月十月咧，咱爱好啊做自己的反省，爱反省家己，检讨家己，爱去忏悔，啊，搁改进改过。那么到十一月、十二月咧，啊，咱十一月、十二月。咱来说明在上者，时时刻刻拢予人注目，哈、啊，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应该言行合一啦，言行合一，讲的甲做的爱一致。啊，十月、十月、十一月咧，咪个九月、十月，咱就检讨家己，反省家己，爱忏悔。忏悔以后咧，啊，第十一月、十二月咧，咱就爱开始改过，改掉歹习惯。改进啊，重新的，咱爱去，去做以后咧，咱人会来注目。哇、啊，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才有反省啊？是不是真正有咧改过歹习惯啊？是不是真正在打拼啊？咱应该咧来注目啊。所以咱爱真注意，咱袂用啊，真真在在那管他安怎。咱因反省忏悔以后咧，咱袂使掉以轻心，然后咧。言行爱合一，所讲的甲做的爱同款，莫讲的一篇，做的一篇。哦，面顶啊，咱的这爱是心灵爱改革，结果推不出去。啊，是讲啊，我爱创啥，我爱做啥，吼、哦，结果讲的一推，讲到全部山平，理论一套，我爱了关了解民情的艰苦，讲一套，结果无去做，安尼嘛唔对呀。所以言行爱合一啦，咱今日咧，咱今日欢喜有这一年，直接甲讲继续个讲解这易经心法咧，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啦，咱的修行路上好健身，是咯，你是甲这段落祝福各位。Yeah.